大家平安，我是屏东县长潘孟安。追完奥运就要来追斯卡罗，这部众所瞩目的台湾史诗旗舰大戏，真实的重现1867年的罗美号事件，是台湾也是屏东的历史，更是台湾与世界万国的一个交汇点，让台湾要上国际舞台。这段史诗就发生在国境之南的恒春半岛。150年后，屏东县政府有幸参与协拍，更有许多屏东素人演员同场飙戏，总图呢也将举办斯卡罗戏剧的影展。谢谢曹乐元导演，谢谢每一位演员和剧组，祝福收视长虹，我也迫不及待来跟大家一起来收看，请大家一起支持斯卡罗。